7-Eleven 也有蔡明佑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Fantastic Man 这首歌的有趣的事情，还有所有的制作过程。那其实 Fantastic Man 这首歌是我专门为MyFM 创作的15周年的台庆的台歌。那当初其实是在想歌名的时候，就想到说希望能够跟这个 MyFM 这个电台的名称能够有相关联，然后就想了一下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那如果我把这些字母 MYFM 都让它有各自的意义的话，应该会很有趣。所以我就想到，就是 F 跟这个 F 跟这个 M 就可以把它拆开，然后呢加上不同的各自的意思，然后就想做这个 Fantastic Man。 然后原本想说连 My 也要有那个拆开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有加了M-I-N-Y-U Mingyo Fantastic Man。 但是后来想了一下，其实这个是 MyFM 的生日嘛，然后15周年，然后就想说最好还是不要放我自己的名字进去就好了。其实我自己已经创作然后制作这首歌，其实占的比重已经很高。那其实当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也曾经一度就是编曲编到最后然后要放弃。那 还好是因为我的经纪人还有大马经纪人，其实在旁边都一直鼓励着我，所以让我有动力继续写下去，然后 让大家可以听到今天这个 MyFM 的台歌 Fantastic Man 今天的面貌。那8月17号我也即将会在 MyFM 15周年台庆大典上面演唱这首Fantastic Man， 也请大家到现场跟我一起祝福 MyFM 15周年生日。